向前进，前进有奖品，我要跑第一。要开飞机，要电视机，要 CD 机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看看戏。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进个礼。寻找减肥的朱古力，圆头圆脑圆肚皮，里面是生命的真谛。让我们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。我要去减肥，除非冰淇淋不再那么贵，三块二毛一。我也要人陪，除非我有你去换红玫瑰。这次连我都给隐瞒了。哪里哪里，能够为董事长做事是我的荣幸。哈哈哈，黑博士，这次的连环计中计连我都蒙在鼓里了。这次猪猪侠实在是福大命大，所以对付他一定要小心呢。就算飞死了，他们医术再精湛，也没有办法同时解除天下两大剧毒的。哎，可是你为什么那么肯定朱大婶会来偷解药呢？哼，很简单，因为朱大婶和朱大伯都是侠义之人，绝对不可能看着猪猪侠因为他们而死的。嗯，而且如果猪猪侠一死，朱大伯就会变成杀人犯了。哦，所以朱大婶在公在私都会来这里偷解药。度过了，哼！只要猪猪侠一死，望子成龙就逃不出我的手心了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老妹，我把超级棒棒糖和清水都带来了，或许超级棒棒糖能够救小猪猪一命啊。对，快点给猪猪侠吃一点吧。哦，啊，快，毒素已经随着血液流入五脏六腑了。小猪猪快点张开嘴呀、死了没，小猪猪的丝也不肯吃啊。哎呀，笨蛋，猪猪侠怎么能一口气咽下这么大块的超级棒棒糖呢？
好。快，快拿水来。哎，现在只能碰一下运气了。哦，这样都行啊。来，猪猪侠。小猪猪，小猪猪。哎，我怎么会这么糊涂啊？是我害死猪猪侠的，是我呀。猪大神，你不要太自责。都是黑博士太阴险毒辣了。小猪猪，小猪猪。菲菲公主，你放心，如果猪猪侠真的过不了这一关，我猪大婶就去跟他们拼命。小猪猪，小猪猪，小猪猪，小猪猪。啊，董事长，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收购望子成龙呢？他们只是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学嘛。哼，我看中的不是望子成龙小学，而是他们地底下的能源矿石。哦，能源矿石。没错，能源矿石。其实它的真名应该叫做科伊诺尔大钻石。哦，科伊诺尔大钻石。没错，它可是我们科学界人人梦寐以求的宝藏。根据多年前的科学研究表明，科伊诺尔大钻石蕴藏着一种神奇的能量，可以利用这种能量打破三次元空间，使人穿梭于过去和未来。哦，这么神奇。我们强强科技一直在寻求新的能源，而经过多次的勘探，最终发现科伊诺尔大钻石就藏在望子成龙小学下面。哈哈，黑博士，你做得好。董事长过奖了。难道我们收购望子成龙小学就是为了他地底下的科伊诺尔大钻石？哼哼，只要我们能够成功找到他们地底下的科伊诺尔大钻石，并能够垄断这种新能源，咱们就等于抓住了全城的经济命脉，到时候我们就会拥有永远花不完的钱。可是董事长，万一望子成龙的人找上门来报仇怎么办呢？报仇？哼，他是不可能进入咱们强强科技大楼的。黑博士，这就是我们强强科技的武器分布图。我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每一个关卡都配备了监视器、穿透红外线和三只自动。黑博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奇怪啊，不会有贞子爬出来吧？笨蛋，你胡说什么？Hello， 是我，迷糊老师。你们是不是很意外呀？迷糊，哈哈，
你们忘了吗？你们的设计图也是我设计的。嗯，一会儿见。嗯，黑博士，你赶快想办法干掉他。是。哼，尼古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什么人呢？好像每个监视镜头都被他们破坏了呀。嘿，你还不快点派人去把他们找出来。是老大，我马上去。不不不，不好了，不不不，波比大人，是猪猪。你才是猪呢，快和我一起去捉拿迷糊老师。不不不，只是迷糊老师，还有猪猪侠呀。猪猪侠？什么？猪猪侠？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！猪猪侠现在应该已经毒发身亡了。这真的？你要是敢谎报军情，我就把你给毙了！黑博士，是真的，千真万确呀！猪猪侠已经带领望子成龙的人冲进我们大楼了。啊！嘿嘿嘿，黑博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哼，猪猪侠，受死吧！没用的，我们早就知道你有这一招了。今天我们就要你血债血还。黑博士，我看你们往哪儿。哈哈哈！我最欣赏心狠手辣的人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您先回避一下吧。超人强少爷，过来。我们就这样。